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视频。如今贾静雯已经是三个宝宝的辣妈了，可是身材皮肤保持的相当完美，步步就完全迎合了她的美，可爱漂亮又很萌，让人怎么看都看不够。不过近日辣妈贾静雯出席活动超级美，这也难怪刘德华会说的台湾170公分以上的女人林志玲最好看，170公分以下的贾静雯最美。不过重点是她旁边的范伟让人敬佩，与这么美的贾静雯在一起，居然眼睛都不曾在美女身上多停留一秒，让人大赞人品极好。而她全程的目光都是直视远方。不过贾静雯确实是美，这么美多没动心，网友调侃除了唐僧也只要范伟了。而两人讨论话题时，范伟的眼光也直视另一方，网友范伟的人品确实好，一些小细节确实能观察到，也是为绅士啊。感谢收看。